到鱼了。哇，鱼标标好大哦，好大鱼标标哟。我在做梦呢，但是我梦里的鱼标还要多。我捞鱼啦，下面去，到下面去，给它震响去。你现在更说不出话了。吃完这个不吃了啊？再吃这个得了。拽哥，怎么敢发钱啊？我啥？阿姨，拿手机干嘛？不要看手机一下。不能看。看手机。丢进去找不？你好，分你给我，我帮你压一下。你想一次，想叫我一读不读？哈哈，你一回阿伯家，不是在老表，就是在老表的路上。最喜欢老表。哦，表表，老表表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，你看见了没有？铲铲买脚脚起来，妈妈买脚喽！你看哈，脚不见了，脚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不拿这个。你看，脚脚被埋了，拿个桶来装，一下子拱下去。等一下，这样。爸爸你呀，又哭又要爸爸呀。放脚脚下去。蒙起来。哇，你被种起来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
是你的呢。这个是谁？谁在里面？俊俊表哥。你看表哥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三角龙是吗？三角龙啊！哟，表哥就是三角龙哦！你看他头发都滴水了。你好热啊！你好。来。小脚，这个小脚丫，对，印下去拍，嗯，拿起来看一下，脚脚烂啦，脚脚烂啦，来，再来，放下去，这样放下去，拿我脚脚拿起来了。挖爱心是吗？你要送给你的女朋友是吗？可以。